大家好，我是谢涛。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，刘备打败了夏侯惇以后呢，就回到新野去了。成吧，在新野他还得待好多年呢，我们就让刘备先生好好去长腿上的肥膘肉吧。回头我们再来看看曹操和袁家那些不得不说的恩怨。就在同一年的五月，袁绍把血吐完了，彻底咽气了。本来嘛，袁绍这样的人死了，官媒应该在头版头条上沉重地宣布啊，这个北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袁老大的逝世，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损失。但事实上呢，袁绍的存在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，他已经不可能带领他的集团重新振作了。因为他的死让一个有作为的人上台，这才是冀州的希望所在嘛。但是正所谓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，袁绍一死，哎，结果冀州就更乱了。乱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给造成的。他活着的时候啊，把强大的冀州给玩残了，死了以后又留了一个隐患爆棚的尾巴。他没有像他弟弟袁术那样死之前把屁股放在龙椅上当皇帝，但实际上他早就已经把冀州当成自己的家天下了。他老早就认为死了以后就该自己的儿子来接自己的班。这个观念嘛，其实也不是袁绍自己有的，你别说在当时了，就连在现在依然有市场，否则现在哪会有什么官二代的说法呢？所以当袁绍呢公开透露这种观念的时候，没有人说他自私的，大家伙都举手，哎，对呀，老大你说的对呀。所以这方面呢他是没做错的。错就错在这位袁绍呢功能太强大了，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，袁谭、袁熙、袁尚。按惯例呢，三个孩子都有继承遗产的权利，爱给谁给谁嘛。他也在心里边想着早一点指定一个接班人，如果按当时的做法呢，那就是立嫡以长嘛，就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。按这个办法处理呢，袁谭就是第二代领导人了。可袁绍呢偏偏在这一方面呢就是犹豫不决的。袁谭是长子没错，但是袁尚是他最爱的刘氏的儿子。这个刘氏啊，虽然是当时冀州第一夫人，但实际上闲人一个，不用像袁绍那样啊，成天呢在台前幕后的日理万机的。成天没事干呢，那也就是意味着想的事比较多了，就想着啊，自己的老当家啊，什么时候啊翘了辫子了，自己该怎么办。所以在袁绍没死之前呢，他一直呢在吹耳边风，想把自己的孩子袁尚立为法定接班人啊，说这个袁尚在三个儿子当中最乖就是他了。袁绍嘛本来就是没什么主见的人，听见老婆这么说也就觉得啊，确实是袁尚最乖最帅。把这事定下来吧，又觉得有点违反常理了，所以也不敢明说。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安排，把袁谭过继给自己死去的哥哥，然后让他离开邺城去担任青州刺史。这个安排嘛，这个袁绍觉得很聪明，属于非常有才的系列。不过他身边还是有明白人的，就是那个沮授了。他不觉得老板有才啊，就对他说了，主公啊，世称万人逐兔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惜之，分定故也。谭长子当为嗣，而赤使居外，获其实此也。沮授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一万个人同时追一只兔子，最后只有一个人抓到他了，那别人都会停下脚步嘛。这是因为所有权已经确定了，这个兔子就是那个人的，别人也不会再来争了。现在袁谭是你的长子，身体也很健康，思维系统也很发达，
按理就应该让他做继承人，但你却把他排除在外了。冀州的祸害，老大，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打下基础了。袁绍当然不能说沮授的话不对头，但是他还是为自己争辩。他说了，那什么， 我计划把儿子都分到各地去，让他们从基层干起，啊，这是锻炼一下他们吧，也顺便看看他们的本领谁最大。这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，连沮授也无法反驳。于是袁绍又把袁熙，也就是第二个儿子，派出去当了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当了并州刺史。大家伙一看就明白了，这家伙的私心很明显了嘛，因为只剩第三个儿子袁尚留在冀州了。好了，那么袁绍手下的几个谋士一看到这幅场景呢，立刻就有了超前的意识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老板把不同的儿子分到不同的岗位去，也就意味着老板可能从当中选出接班人了。所以有些谋士选择到袁谭那儿，有人加入了袁尚的班子。你看，袁绍还没死呢，这些家伙已经为袁绍完蛋以后自己的打算做铺排了。我们也说过，打完官渡之战以后呢，这个沈佩差一点被宰了，当时是庞纪救了他，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为同一战壕里边的好战友了。但是袁绍的大儿子袁谭是很讨厌这两个人的，他喜欢的是郭图和辛平。于是袁尚和袁谭之间两个集团就形成了。当时袁绍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摆平这两个集团，等他眼一翻腿一伸，好了，这两个集团呢就开始白热化的争斗了。偏偏这个时候呢，袁绍又没有把接班人定下来，这就给这两个集团的斗争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的空间了。好了，袁绍一死，讨论谁来当袁氏集团老大的时候，大家的思维模式都是一样的，袁谭是老大吧，他是长子啊，他不当谁当啊。哎，那个啥，这个门房可以破，哎，规矩不能破啊，对吧？可是沈佩他们听了就不高兴了，因为沈佩是不受袁谭待见的嘛，他们一向和袁谭是尿不到一块儿去的，就怕这哥们儿一旦掌权了，新官上任那把火就直接烧自己身上了。好了，这沈佩一看大家伙都是袁谭当第二代领导人的意思，如果在会上再以民主的方式来讨论这事儿，哈，那我们就等着袁谭拿自己开刀了。好了，既然不能走民主程序，那么就来一个集中的程序嘛，这利用一下袁绍的这个资源，把这些头脑僵化的家伙通通摆平。于是呢，这个沈佩他们呢就串通了袁绍的遗孀刘氏，创作了一个袁先生的政治遗嘱，就说老大咽气那一天，叫大家伙一定要帮助袁尚啊，让他来做袁氏集团的老大。如果大家不同意，我袁绍就死不瞑目，在阴间也瞪着那一双多疑成性的死鱼眼盯着大家。大家伙一听，哦，那当然就闭嘴了。反正，老实说，当官嘛，就是为了混饭吃，对不对？谁当老大，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啊，你保证按时发工资不就完了吗？而且现在袁尚就在城里边啊，谁知道他和沈佩啊、庞纪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啊？如果敢说不同意，恐怕麻烦就要找上门来。尤其是沈佩这个老头，大家都知道，手黑得很，杀人从来不问出身性别的，该杀咔嚓，就没下文了，你的脑袋就没了呀。于是大家伙都不吭声了，袁尚就顺利地继承了袁绍的大位。这看上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啊！刘氏、袁尚、沈佩他们都高兴了，连刚刚上了天堂的袁绍也高兴了，大家伙的观点都是高高挂起，事不关己嘛。
谁当主公都一样啊，反正自己饭碗别丢就行了。可是这一点想法大家都没有征询袁谭的意见，袁谭听了能舒服吗？远在青州的袁谭一听说老爸死了，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参加老爸的追悼会。当然这是说得好听的，更多的是想参与权力争斗。可是等袁谭一回到邺城，已经看到权力大棒交到自己弟弟手里了。哎呀惨啊，一方面要承受老爸去世的痛苦，另外一方面呢要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位子给弟弟抢走了。袁谭一怒之下立刻率领人马回到了黎阳前线，并且任命自己为车骑将军。哎，这一点要注意咯，当初袁绍刚来到冀州当上冀州老大的时候也是自称车骑将军的。实际上当袁家和曹家在官渡大战以后啊，双方实力都有受到损失的，袁绍无力再战，只能回到黎阳一带设置防线阻挡曹军，而曹操呢缓口气以后呢又带上部队步步进逼，离黎阳前线已经不远了。现在袁谭进驻了黎阳，一看黎阳的兵实在是太少了，咋办呢？不能就这么硬扛啊，正头疼呢。哎，想不到的是他的弟弟袁尚划了一部分军队给袁谭，让他好好的守着，并且派出那个庞纪去协助他。袁谭听说哎呦，这个刚刚抢了自己权力的三弟袁尚居然还给自己调拨军马，老实说心里还是温暖了一下了。可是当他走出大营一盘点，哎呀妈呀，派来的军队才那么一丁点儿啊，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弟弟啊不是暖心人而是黑心人呢。送这几个兵过来是干啥的？兵不是最重要的，带兵的庞纪才是最重要的。塞庞纪进来就是当监军，监控自己，给自己在黎阳的权力，揉沙子吃苍蝇。袁谭当然也不好立刻发作嘛，因为在台面上大家还得客客气气的，只能回头再请求弟弟啊，你要不再给拨点呗，这些兵马哎呀使不上劲儿啊。要说这袁尚呢年纪还是比较轻的，刚刚接替了老爸的位置，也没什么从政的经验的，于是呢就去问沈佩的意见，报告发到沈佩那儿了。沈佩进行了一番认真的研究以后，认为这袁谭呢防御曹操是假的，趁机发展自己的实力才是真的。于是啊决定不能满足袁谭的要求，并且跟袁尚说了，你得拒绝你哥呀。袁谭左等兵马不到，右等兵马还不到，一问才知道原来呀就是沈佩给自己下绊子呢。他气得抓狂啊，老子又不需要什么谋士，你硬派一个谋士过来，老子需要部队的你却一个都不给，这几个意思啊，这几个意思是看不起我袁谭对不对？于是脑子一热开始发飙了，把怒火都发泄在庞纪身上了，一把将这个老庞给抓了起来，然后根本不给任何理由直接杀掉。我看你脑袋落地了，你那双贼眼睛还能不能监控老子？好了，这样一来这兄弟俩算是彻底翻脸了。到了建安六年公元202年九月，也就是这个袁绍死了没几个月以后，曹操率军亲征北伐，打袁谭来了。趁着你们兄弟两个大力开展矛盾的时候，我就渡过黄河直接要你的命，看你袁谭能不能吃得住。
袁谭当然知道啊，曹操部队是很强大的，自己哪打得过呀，只能拉下脸来再向弟弟求援呗。他的弟弟袁尚呢，心里也是清楚的，既害怕袁谭趁机吞并自己扩充实力，但是更害怕的是曹操过来吞并了黎阳，袖手旁观见死不救，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。兄弟俩之间的账以后可以慢慢算，不管怎么说嘛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，现在外部的阶级敌人已经杀进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内部矛盾就得先放一放嘛，对不对？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方式最好的就是共同抵抗外敌，现在外部矛盾来了，得先处理干净了再说嘛。基于这个想法呢，袁尚最后还是决定亲率大军救自己的大哥，并且让沈佩继续留守邺城当那里的老大。兄弟俩一起上阵，哎，虽然骨子里嘛是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的，但打仗不离亲兄弟嘛，和曹操一起打的时候还是比较用心的。但是哼，老实说，哎呀，曹操把袁谭袁尚的老爹袁绍都不放在眼里，更别说是这俩大侄子了。打了好多次，袁家兄弟都被击败了。这两人都知道，只要往后退一步，曹操可就真的杀入冀州了。所以两个人虽然每一次都吃了苦头，但依然是约束败军，坚守阵地。要说这袁尚呢，也不是个傻子，对军事也是略通一二的，知道如果和曹操相差太远，硬扛的话是不行的，所以他希望自己把曹操给拖住，然后让高干率领并州兵马南下，直取曹操大后方，绕个圈，我兜你的老底，我看你曹操撤是不撤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这支援军不仅仅是自己来了，还联合了很多不同的力量，甚至到西凉找马腾去了，劝说他一起举兵进攻曹操。曹操要打两个袁小子那是可以的，没问题，再加一两个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但如果大家伙一涌而上来个群殴的话，正所谓双拳难抵四手嘛，英雄也怕群殴啊，所以曹操啊，脑袋这回又得疼了。那这一趟来打袁尚、袁谭的联军，曹操最后有没有赢呢？下一次接着为您说。